那天晚上就挺着大肚子，特别害怕。然后人家把我几个人把我抬上去的。除了痛苦之外和害怕之外，就没有一丝伟大的感觉。你看别人就一个，咱就四个。对，我感觉挺荣幸的啊。嗯，一下子能怀四个。嗯他问我保大人还是保小孩，老公说就要选择一下，他就说保大人吧。我也是这个决定做的艰难吗？啊，太艰难了，太艰难了。是第一时间做的决定还是想了很久？我就是那天大夫给我说完以后，我在这个我见人家产科主任，人家跟我说了，我当时都哭了。我就说我们好不容易都坚持七个月了，本来我们想着这四胞胎最起码怀个八九个月吧，七个月太早了。医生说有可能生下来一斤活不了，就当时跟我说你就不行了。他就跟我说抱回来的时候只有四斤啊，人家正常孩子生下来都五六斤，我们抱回来只有四斤。这么小的孩子胳膊这么细。咱说完了不开心的事儿，说说开心的事儿吧啊。生下来之后就开始养呗，对吧？对对对对，这养四个还真得流水线作业哈。那洗澡啊，洗完了一个放一个，洗完了一个放一个，真好玩啊。对对，是这样的吗？对对对。那会不会认不清楚，都长一样，这个一个洗了三四遍？对对，就有那种情况，要么就是一个洗三遍，要么就一个没洗。一遍没洗啊？对啊，一个一洗他乱跑，我有时就他还没乱跑，还不会。不会跑的时候全部放盆里，全部放全放盆里，对啊，下饺子呢，就这样下饺子一样。那这还没关系啊，不洗澡没关系。那万一要是这个喂了三四遍给撑着了，对对对，那个一个都没喂，那给饿着了。这个喂奶粉就是挺搞笑的，就他回来以为四个一模一样的，我就分不清呀。当初医生跟我说了，你回来必须拿个本子啊。我记得我的本子都记得这么高啊，一个孩子喂20毫升啊，你算一下，一天喂8次，这就是一个孩子8次，这四八就32次，2小时喂一次，